今天三个人把牛喂好了，事情做好了呀，来吃掉了，来钓下鱼放松一下，钓蚯蚓，看看今天还会是空军不，最起码也得搞一晚吧。今天空军了、我以后不来钓鱼了。我也是。哎呀呀，太阳来了。屁股你在骗我，你在骗我哈，你在骗我，看到没有，我们才正宗的上钩了，是吧？我们那是钓了就不算。咦、小金鱼。不少动你这个，就是动你买的了，是不是？这我的伞忘了拿下面的杆子，拿根竹子擦一下。家里面直接还过来了，又一条，连上两条，今天应该会有点收获。白条鲫鱼，不知道怎么钓的，挂住屁股了。鲤鱼，小鲤鱼，小鲤鱼。给这些鱼拌点药，这个都过期了，都是去年前年或者是大前年剩下的饵料。咦，都没发霉了，应该是打窝。为什么雪花粉，我也不知道干啥的，这个别人送给我的，这一袋都是别人给我的，有两年了。这不是啥干糖，哼，弄下去吃的，这鱼吐泡泡，今天要它。垃圾带走，我要把这些都扔下去。一秒，两秒，三秒，四秒，五秒，六秒，呀，六秒，真是六秒哎。老二可以啊，是吧？这个，看来还是老二好用啊。下面彩头草太多，快点鱼竿过来，不骗你。这个有点小啊。那土地钓还有呢，土地估计还行。我骗你了。来，看一下，再来一下。一秒，两秒，哎，又动了，又来，哎呀，哟呵，老二可以啊。不停的拉，你这叫什么吧？技术。我嫉妒一下老二，看他一分钟能钓几条鱼。又来了，双飞。咦，老二你可以啊。那不然怎么当你们师傅？这我打个窝，这啥鱼来了？大头鱼，不算大，一窝一群。咦，好漂亮！
早知道我带撒网过来。螃蟹收获如何？你看，一串串。啊？我没鱼一副，一串一串。啊、哦，一只啊，一串串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起起起起。起钩。哎。嗯，看样子螃蟹这边有点货。哇，别跑了，这是下酒菜。看漂，看漂，看漂，看漂。咦、嗯。嗯，这我跟螃蟹同时一人上了一条。这样回去了，这里面几乎都是拉钓的，差不多也有个3斤多吧。我跟螃蟹钓的差不多有2斤，跑了。两斤250。没绑住就跑了，拜拜，坐了一下午，还好有拉了这些，晚上够吃一顿了。回去，回去喂牛啊，这刚才都钓了垃圾，带走。这个拿店里可以拿去他们，买这鱼的地方可以换饵料的，一个空袋子他都换一包饵料。